超哥也是东南亚排名呀，超哥这号早一万了，不可能49名啊，他不可能比赛的猪低，我就把话放到这了，他的分就不可能比赛的猪低，这是他的底线。上路两个，上路两个，我能踢中。猪走了，小松鼠走。我死再来一杯。三个九下，这是我干的吗？我要回魔镜。没锤了。我一般喜欢自己欣赏书。这好几天，我真是的。啊！我刚刚给超哥加骨灰。M 刷火箭吗？看皇帝吗？前进！倒下！走！为了好运，走一个。看哪怎么说吧。哪还是比较 了解老江歪的。那肯定真的呀。看吧，我就说哪是叫他老江歪的吧。你急什么呀？你这个号是去东南亚玩了吗？怎么是东南亚排名啊？你觉得国服的厉害还是东南亚的厉害？东南亚好了一点 AP 啊，东南亚的那种一两百名比国服的两百名厉害。国服的高分的老将也多是吧？哦，不不，东南亚的。对啊。10000分在东南亚就40名，肯定不是我呀，我是国服的，我是他妈参议士，那能说的是我吗？我操我操，不是，不是，怎么打不过他？我操他妈，那个链接给他养了个 A 大兄弟，哇，我好像有一点自动了，玩他妈逼。英勇战斗！为了双倍伤害，这球真够劲儿！我想试的。M 让我给你的。这球你请了。是 M 我看弹幕的呀，不是我造谣吧？人送分离。